带头大哥今天来跟我讲的一句话，是跟他几年前来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一碰到你就说，而且语气也一模一样，一样有力。我刚才就说蔡大哥，他就这样走过来，再拼个男的啦。他要站什么立场讲这件事？你再拼个男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全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大转运，我不会骗你。大转运，因为我跟我你叫他为了亲朋好友大转运，再生一个家，他自己更好啊。因为他拍你那部戏会大红，一定中。我为什么都不接人家电话？因为我跟一些高人，现在高人都在一起。那些高人哦，而且他们还会看前世。哎呦，你知道你前世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这样，我觉得真的，我问他们的，他们讲你的前世就是韦小宝。韦小宝，什么没有？康永是什么？前世是什么？你们绝对猜不到。什么？什么？伏羲。好。有知名度就是上了康熙，还有一集是你记得吗？我带红泥人的。有没有？哇，那是过年播的，有没有？盛装，变装只有在你这个节目才变。谢谢。只有我们节目播那个。我到北京大学，因为我有个侄女在那边修。硕士吗？真的，还是硕士？硕士。